这个84年不是沿海14个开放城市刚开放吧？这个时候呢，确定我们连云港是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。我们当时就讲，连云港要搞真正要搞一个沿海开放城市，必须有像样的大小。当时苏北地区就是盐城、淮阴、徐州、连云港四个市嘛，大家都在积极争取啊。我们市委常开常务会，我当时提出了要这个争取，我们要拿点优待条件呢、啊。才能好争取的，懂吗？等等，我提出来，办这个大学的土地，全部为我们连云港出钱买。这个，当时来讲，这个我们连云港财政很困难，拿出这个是不容易的。第二。所有的这个教师、职工、这个家属、户口都允许这个迁来，但是也是不允许的事情。这个事情，因为当时那个时候这个户口不好弄啊。这个，而且这些家属，包括他们的这个妻子啊、小孩啊。这个所有的人员的这个工作，都由我们连云港市来负责。我们市委所有的常委都同意。那天开了常务会以后，第二天我就到南京去了。那天啊，这个从连云港开始走的时候，又开始就下大雨，这个雨就大得不得了。驾驶员说停下，我说不能停，我们往前冲。为什么要一定要冲呢？这个。根据了解呢，就是第二天，省委要开常务会讨论这个事情，所以我必须要选这个时间了。到下午5点多钟，到南京，我就找这个省委那个当时管教育的副书记申汉。我就打电话找他们，我跟申汉书记讲了，我说我要去拜访你一下，要跟你当面汇报汇报，说是情况我都了解。申汉说，说你不要这哪里也不要去，你就在房间等我。哎，结果第二天嘛，申汉从酒店都找不到。不到9点半，就到我房间了，就在我房间那个床上，不像现在这样房间，还有沙发什么没有，就坐在那个床上，说是刚刚生活的场外，这个讨论，一致同意，这个综合性大学就放在你们连云港，因为连云港是。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。
1985年，苏州大学本科毕业。作为当时在班里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员，我是作为南方人是主动支援苏北的。从无锡到这个连云港，因为当时我从来没有来过连云港，所以从无锡到连云港，我记得好像路上要花2天的时间。30多年前来连云，第一次来连云港的这个景象还历历在目。当时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大概也就50来岁的一位阿姨，她当时说：“姑娘，一会儿你就到了。”我感觉到了这边连云港老火车站，那个时候也非常的荒凉。哎呀，我当时觉得，我说这是城市吗？我说不会吧，这肯定不是连云港。他说是的，已经到了。说你再不下来就要到港口去了。我就这样就下来了。然后当时从火车站到学校，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，我当时花了1块5毛钱，租了一个人力3轮车，然后就从老火车站一直这么过来的，然后一直往东走。当时我记得印象也蛮深的，当时快傍晚了，然后还下着小雨，所以当时感觉啊，连云港原来是这么样一个城市。到了学校，这种落差可能是更大。进了那个非常简陋的一个石头砌的一个校门，就是当时淮海大学筹，然后我就进来了。进来以后看到了，就是也就四排这样一个石头砌的小平房。所以当时来了以后觉得条件确实是非常的艰苦，当时我们用一己诗来形容叫这个天苍苍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芦苇。实际上这一片地方当时是一片盐碱地，是一片芦苇荡，所以当时这个条件非常的艰苦。当时我们住带生宿舍嘛，在石头房子里，到了晚上只能躲在蚊帐里面，那个蚊帐外面黑压压的一批蚊子，所以我们当时说叫3只蚊子1盘菜，就表形容这个蚊子非常的大。我是淮海工学院第一届学生，也就是85级，也这个85年淮海大学筹建边招生，当时12个专业324名学生分布在江苏12个高等学校就读。我是射阳县中学的一名优秀的毕业生，被保送到淮海大学工兵建专业，当时被选派到南京工学院，也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读书，一直到1988年的暑期回到淮海大学本部来读书。所以当时确实是条件很艰苦，但是尽管条件非常的艰苦，条件非常的简陋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蛮开心的。当时四排小平房，我们大概有90位教职工，100多名学生啊，我们在一起，一个非常简陋的小食堂，也不分领导老师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，简单而非常温馨。我们男男女女才好不容易组成了一个队，在根本就在这个前面，在根本台不上一个篮球场的地方，打一场无所谓输赢的一个篮球比赛。到了周末啊，我们也经常会这个到食堂里面去，把我们家的那个音箱搬到食堂里面去，把那个吃饭的桌子拢一拢，我们就放着什么故乡的云啊，冬天里的一把火啊，我们会唱歌跳舞啊，也非常的开心。当时到学校以后，这个学校的建设还处在初期，这个我们经常和我们的同学一起抓龙虾，一起捉鱼，当时的生活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惬意的。这个第一届学生他有一种很特殊性，我们的毕业证书是淮海大学，学位证书是东南大学。当时淮海大学属于筹建阶段，就是说在国家教委没有正式注册，就是说他的毕业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，所以我们的毕业证书除了淮海大学的印章之外，还有江苏教育委员会的一个毕业证书验印章。85年到88年招的学生，因为学校还没有取得学士学位授予权，所以这3届的学生的学士学位都是由其他学校代授，比如像我们工兵建这个专业的学士学位证书，我就是由东南大学授的，所以我的
毕业证书和专那个学位证书是由两个学校来授予的。这个89年工作到现在，正好江苏海洋大学正式成立，我也正式工作30年。我1993年那个从南京大学数学系呢博士毕业，就来到淮海工学院。刚来淮工的时候，就感觉到这边的条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差一些。应该来说，整个淮工呢就3栋楼，一个呢是文苑楼，一个呢是我们行政楼，还有一个就是图书馆。整个的就淮工呢就这么大一点，应该来说很失望。刚来的时候，但淮工的老师呢应该来说很敬业。当时新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也是从博士毕业，也没有上过课。当时呢，我们有陈昭忠老师，然后像杜军老师，还有李老师呢，然后呢就指导我们当时上课，而且呢我们也听了他们一些老教师啊，上了一些课。应该来说呢，感觉呢很认真。从当初85年来当初淮海大学的这样一片荒滩盐碱地，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美丽的校园。30多年来，我们从85年的淮海大学，到89年的淮海工学院，再到今年7月份的江苏海洋大学，在这个30多年的发展当中，我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。我们为学校的发展可以说风雨同舟，共谋发展。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史、成长史，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一批开拓者的一个拓荒史。所以我经常说，我们的成长与学校的发展同步，所以为学校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敬畏。